我们今天盖特币就是 Gator Coin 是全球特邀上线，主要是有四大功能，就是先激活我们的 Coin 就盖特币，还有包括钱包，然后第二功能就是如何使用、如何登录，最后就是转账，还有就转币，然后还有收币。今天只是我们今天是发币，主要是给大家打足够币之后，今晚之后人人都可以互相打赏，请您点在那个 Gator Coin 在左下角倒数第二个。长岛哥他已经拥有50万币，下面那个就是以美金的代表，也是就是未来的，那目前就是仅只是存在打赏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要先打赏，就点中间那个 send，可以留言，如果需要。在每笔交易都需要设定那6个数字的号码，还是打足够这样？有777个是这里是长岛哥打给我的，现在一共我有788个币，我现在转给泰山师傅转77个，谢谢。成功了。这整个背后技术都是那个区块链。今天的话会有35人，包括长岛哥，他们会收到币，然后就由他们发给5000个战友。当然，就是我们这只是发币，暂时是不能兑现。等到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陆陆续续告诉大家，有哪些好处。现在是第一版本，整个界面从网页版，然后接下来手机版都会陆陆推出，背后是个区块链技术，所以这是非常安全的。想要像譬如说像菲菲拿盖特币的话，你就可以搜索，然后进而，那现在就需要那菲菲看一下，就是你可收能到了，有没有收到这对，个 request 要退回来的？你可以看右上角，对，就哦是那个，，pending 对，transaction 然后 request，如果你，OK，然后我就付给他就好了。我可以选择 pay，可以选择 reject，那我选择 pay。这密码不要忘记哦，好，我就已经付款完成了，pending 是 complete，的。然后我的 balance 就少掉77个币，长岛哥这边就收到77个币了。没错，那谁，长腿哥，你给菲菲付1000，我看看。一定不要弄错。再测试5到8秒钟左右被支付出去，好，出去啦！我厉这害，边你刷看一新一下。下，我也收到了。你再发个邀请，菲菲决定拒绝你这个，不能给他。你再发一次看看。再用我的账户跟他要，1000都要回来。对，1000都要回来，那一个也不给他啊，菲菲。那我到脚上的 request，你看这里有第二笔 pending 的，是长岛哥问我要1000个币，然后把它点开，然后我就拒绝他，所以我就没有还给他。七哥话不多说，你们一定要留着每个币，你们一定要珍惜。今天的展示就这些功能，兑现的话就是接下来是就是等到合规这边细节就是再跟大家分享。2月份的话就是当然就是网页版会更新，手机版也会，我们会一直更新，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跟大家讲一下有特定的时间再跟大家配合，就是我们维修的时间，一直到完全整个开放，从现在到5月这段时间就请大家多包容一下。